谢谢牧师。好，我们今天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无论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重大的难处，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信耶稣，怎样？得平安。好，跟旁边的人说，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得平安。接下来我们金句朗读，在周报的十二页。华语，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台语，请留师。欢迎平安老爹福利。欢迎平安老爹福利。我将我的平安收束你。我将我的平安收束你。我得予你，我得予你，毋是亲像世间人得予你人一款，毋是亲像世间人一款。恁的心无得白目，恁的心无得白目，也无得惊吓，也无得惊吓。英文我们请慧玲老师。Peace I live with you. Peace I live with you. My peace I give you.My peace I give you. I do not give to you. I do not give to you. As the world gives. As the world gives. Do not let your hearts. Do not let your hearts. Be troubled. Be troubled. And do not be afraid. And do not be afraid. 好，接下来我们来回应神的话。